真不好意思啊，这大半夜出来玩车，车开坏了。是，然后还就剩一张大床房了，你安排的挺好呀。你要出来玩的，我安排什么呀？不想听你狡辩，到了。拖鞋搁这儿，给。你对这儿挺熟啊。啊，我刚才那什么，我转圈正好看见了。你累了吧？你累了，你先歇着，然后我去车里睡了啊。哎，你别呀，你就在这儿睡呗。拉倒吧，一张床我睡啥呀？咱俩不是没在一个屋睡过？咱俩什么时候可以一个屋睡？一间屋子和一张床它是有区别的啊，行不？我走了，我去车里睡，没事一宿。不行，你别走。别。我害怕，我看恐怖片了。咱俩今天一天都搁一块儿，昨天好像咱俩也在一起，你啥时候看恐怖片？我去年看的。去年吗？那最近合理这事儿，你知道为啥不？就是这个属于是后反劲儿，那也行，我睡这儿吧。这地我瞅也挺宽敞的哈。嗯。这沙发也挺好。它好像像能折叠似的，行，我睡这儿了，挺好的吧？啊，行，收拾一下哈，我去洗个澡。你干啥？洗个澡。Hello， 你别洗了吧，大叔，这格局洗啥呀？我洗我的，你转过去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啊、oh. ，我不相信我自己，拉倒吧，我那什么，我你干啥去啊？我出去，我那等你洗完你叫我啊。这不纯纯考验人呢吗？你给我伺候你蛋炒饭来。我问你个事儿呗，嗯，就是25、6岁的男孩没有存款正常吗？那就是刚毕业2、3年呗。啊，一个月挣5000，挺多的。一年挣6万，2年才12万。啊，这还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你刚毕业。你得租房子，嗯，然后你再交个女朋友，对吧？主要处对象费钱，尤其像那种能吃的。对，我能炫。你那是给我整的吗？我自己吃的。然后你不欠钱就不错了，你还攒钱。你确实本来又没挣多钱。觉得25岁这个年纪啊，非常的尴尬。怎么呢？你25岁之前的差距呢，你靠努力就可以弥补，但是在25岁以后的这个成人世界里，很多事情是你努力都达不到的。就是那句话呗，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，而你我生下来就是牛马。啥叫牛马啊？牛马啥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了啊。我是你的牛子。哎，行，打住打住。那个牛马牛马，当牛又做马，挺累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你们男孩不太公平。咋的呢？要是你们有车还是有房，那肯定的。但是你想过没有啊，这些钱可能是有些人的父母攒了一辈子才攒出来的，还可能只是个首付。主要房太贵了。还很多人吧，就希望自己的男孩呢能飞黄腾达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就两个人在一起，开心是最重要的，开开心心。乐呵了呗，一天。对，但是、啊、你得让我看到你的上进，看到你的努力。那我肯定努力啊，干累吗？干。来人。